是5月4日农历3月15日，今日最啱破屋同埋坏运啊！提埋大家，今日嘅幸运数字系13、28、30，最旺嘅生肖就系猪。你哋嘅人气好强，心情好舒畅，倾生意又好易成功。唔知猪仔张智霖有冇搞咩生意呢？不过 artist 最紧要都系人气，做乜都有班 fans 支持你，已经好开心、好感恩噶啦。JLM 喺香港本身人气高企，点知去到内地仲劲，参加完综艺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爆红，有个大湾仔组合接集接到手都软啦。今日继续旺爆心情靓，有排幸运啦你！仲有属猴嘅人今日劲好运，会有接二连三嘅好事发生，就算有麻烦都可以轻松应对。被封为新疆四美之一嘅迪丽热巴正正就系属猴，但佢最近就是非缠身，奉传大肚，所以就冇拍剧。佢都即刻晒靓想 show 身材，以证明自己系冇驼 B。之后仲回应话传闻好嬲好嬲啊！不过最紧要都系解决到问题啊嘛。你今日就会有好多好事噶啦，唔使担心。今日考下大家地理题，你知唔知以下边个香港地方系真正存在呢 ？A 牛屎督 ，B 马屎洲 ，C 雀屎岛。快啲谂下先。答案系 B 马屎洲，呢、這个都简单噶啦，佢系位于大美督，对开海面。我一早听过呢个地方啦，你又听过未呢？拜拜。